开始读秒了，弟弟，妹妹，妹妹可以跟他讲话，可以跟他讲话。妹妹，看镜头，他都不看镜头，哎，起床了，好，你可以讲话。今天9:48是不是？对，结果昨天晚上都不睡，现在就睡着了。这个该醒的。欢迎来到我们家，宝贝。差不多了哈，差不多了。